年都回来东山观音庙拜这个主庙啊，我们有分灵关圣帝君到台湾啊，我们回来关帝庙像回来家里一样啊，非常感动。关圣帝君在台湾还香火蛮鼎盛的，所以我们就是一步一步这样。我今年来了这个东山关帝庙啊，明年我就打算去那个山西运城，山西运城就是他的那个出生地，就是一步一步的寻根。